陈副局长来 support 我们，然后同一时间呢，我要很感谢我们的这个工业局的杨主力，也是我们基金会的最大的 supporter。那谢谢两位来今天来跟我们一起做这个活动。我也要呢很感谢这个大家在我们场地里面的那个车主。吴理事，你们在很久以前在等我们 GoGo 做了一个比较实用的、比较大款一点的这个车也好，你们是第一台 GoGo 也好，还是你家庭有还是有朋友已经有 GoGo 了，所以推荐你买 GoGo 也好，或你是已经我刚刚听到有一些朋友已经买了第二台还是第三台，这台是第二还是第三台的 GoGo 也好，很感谢大家每一次跟我们这个 GoGo 要做活动也来帮忙，然后同一时间也 support 我们很多我们有你们的这种车主呢，真的是非常之对我们呢每一天工作多辛苦都好，这个是我们的每一天的这个亮点，跟看到大家骑我们的车，拥有我们的 product， 每一天可以很好的这个代表我们不只是 GoGo， 也代表台湾的这个下一步。我也很想，今天呢本来有一个贵宾要来，但是最后一秒呢，他说要政府这边要开会，所以抱歉他没办法来，但是我也还要感谢他很多，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部次长沈鸿京次长。过了这个20年呢，他是一个最大的这个电动车的推手。他20年前已经有一个 vision 说要开始补助电动车。同一时间呢，在2009年的时候呢，他开始一个 TES， 就是我们的电动车的这个一个 commission。等大家骑车的时候呢，有一个规定的这个规格有一个安全的设定，然后同时间呢也做了很多补助的这个 support， 等大家消费者呢可以买到很多很多电动车的这个优点同时间2014年呢也做了给大家拥有一台车的时候呢不用担心这个税的部分不理是我们的 vehicle license tax 还是 commodity tax沈鸿京这个市长真的是非常之 visionary 从期非常之早的时候呢已经看到电动车是我们台湾一定要做到的这个一个好